去啊！啊，就拄只阿肥方卖掉再走啊啦！哪会使呢？伊是阮球队吉祥物，你袂当给卖掉啦！哪会袂当卖掉？这摆鞋啊标无着，恁爸买三百两的钱爱啦，嘛爱准备予你去补习，你无卖要哪有钱？伊袂当卖掉，我求你啦，甲伊讨上来好无？讨上来要创啊？逐天就知影要甲计算，莫怪愈来愈戆。我去讨上来就煞煞去，为钱我做啥？你拢袂答应？哎、欸，阿勇啊！你若出去有材料，你就莫甲我转来。阿勇啊，你还袂食饭呢？你是要去倒位啦？阿勇啊，阿勇！嘿，这好刺激哦！我们好像在打仗呢。你就是阿肥啊！真想不到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你要带阿肥去哪里啊？我要带阿肥到剑潭找陈师傅，请他帮忙救阿肥。要去剑潭？哦，对了，麻烦你把这封信拿给我生母。他半年前改嫁到社子，就跟我失去联络，我很想他们。这本佛陀传送给你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希望对你有些帮助。谢谢你。
臭白蚊啊！耶！阿妹，吃番薯啊！爸爸，今日要吃菜哦，你白哦。来，阿妹，这给你。我，嘿，要落雨啊！悉达多太子自从上次出游回宫之后，心情一直闷闷不乐，国王更是派人暗中看着他，就担心他离家修道。终于悉达多太子在一个空中狂欢之后的夜里，众人酒醉不省人事，太子趁机带着车尼骑着白马出宫。悉达多太子来到修行山里，将身上饰品、衣物、白马等交给车尼，然后割下自己的头发，表示自己出家修道的决心。车尼见无法挽回，只好恭送太子。初期修道的过程，太子学着苦行，试着让肉体痛苦，意图能提升心灵，开悟正道。他日食一马，饿到骨瘦如柴，有一天他饿到头昏眼花，突然听到路过的两位女学生的对话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当我们的琴弦太松的时候，弹的声音就不悦耳，太紧的时候弦就会断掉，所以最好不松不紧，才会弹出美妙悦耳的声调。太子听到这些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接受牧羊女的供养，改变苦行修炼的方式。阿妹，我这是阿嬷的，你会袂？你不信啊？你真正不信？唉，好啦好啦，我心定，我是在想小兰啦。安尼讲，敢那小可重色轻友？唔对，应该是重色轻阿嬷。爸爸，你莫踢球啊！哦，
恁看恁两个，敢那是男女朋友嘞？以后恁两个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干啥？哦，要恁结婚生囡仔？干啥？低叫！你感觉超不行啊，白人的地人心，观世音菩萨啊，请你保庇我阿勇啊平安无代志，我只有这个金孙而，拜托拜托啦。戴琳娜，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已经通知淡水县各站的警察加强巡逻了。也是不得已，自从他爸爸死了以后，我没有办法养两个小孩。小兰五岁那年，他弟弟得了脑膜炎，生活就更苦了，所以不得已我才把小兰送给别人当养女换一些钱。我知道小兰很恨我，恨我为什么要重男轻女抛弃他，他一直怪我为什么要牺牲他去救一个没用的弟弟？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都不原谅我。半年前，因为我改嫁，所以才不方便跟小兰联络。没想到他现在这么苦，我苦命的孩子。阿姨，你担心什么嘞？佛祖说，这是个阿婆世界，人生苦短，你要放下一切。我已觉悟人生的意义，所以我想开。小兰的事就是我的事，等我完成救阿比的使命之后，我会尽力保护她，就算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刚才说的是娑婆世界吧？娑婆，好像是哦。有的时候不懂你的好，偶尔失控消失也都能出宝，把你气到老，依然微笑。蒹葭的光芒闪烁，左手牵右手，时间停留，别走，让生命每一刻有我。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，慈悲愿行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。